有台南的朋友，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 delay， 我们跟所有的朋友再次打声招呼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小杰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就是台中那场有一点 delay， 对，所以呢延迟到大家的签名时间，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嗯，对。不过有关系吗，各位？对，你看大家都说没关系，其实呢，只要可以看到 JPM 就很开心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好的，这个呢，三位呢再次回到台南南方公园来见到这么多的歌迷。好，三位的麦克风都拿到了哈。拿到。好，我们再次跟我们所有南方公园的朋友问声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JPM。Hello， 我是小杰。Hello， 我是王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毛弟。今天是晚上，大家比较安静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怕吵到邻居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他们那个还没有，因为刚才看到你们，他们整个还从那个等待的心情还没有恢复过来、啊。睡着了。对，因为刚才我叫他们去吃饭，他们都不要哦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怕那个很多人等一下可能看到我们太兴奋会晕倒，就都没有人要去吃饭，就一直坚持要在这里等你们，还是要去吃一下饭啦。对，好，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 MV 是在废墟里面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要不要讲一下那个时候在废墟有没有发生一些好玩的事情？其实那个废墟怎么讲，是一个蛮幽默的地方。怎么说幽默呢？因为其实我们去那边到一开始早上都蛮漂亮的，到晚上自然而然那种诡异的气氛就会开始慢慢的涌上来。是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就跟小杰在车上吃饭，吃一次我就突然听到一堆狗叫声。真的假的？我就跟小杰，我突然这样跟他互看，他也同时转过来跟我互看。真的假的？而且他现在很阴森的笑，害我更加的害怕。他就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说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他说好，那我们赶快快速拍完，然后赶快回家。是，对。但其实整个拍起来过程，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这些 MV， 然后会。JPM 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。是，而且听说有一幕王子就是要一直下跪，对不对？对，下跪了快100次吧。那您的膝盖还好吗？你的膝盖有点壮，不太舒服。舒服是吧？对，但是有去看医生了啦。是，对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这首歌的 MV， 对不对？是。应该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吧？对，应该在一个礼拜之内。好的，请大家呢要好好的等候一下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恭喜你们专辑卖得非常的好，所以已经正式的改版。对。来讲一下。改版专辑里面有收录什么好康，好不好？改版专辑里面呢有多附一张 DVD， 是 DVD 呢有我们三首歌的 MV， 前三波主打，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小时的花絮，幕后花絮，对，算是我们在拍 MV， 还有一些签唱会的过程当中，搞不好有一些歌迷会入境，对。好。